希望就是通过训练的积累，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，为队伍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。希望通过高强度的训练，自己的进攻还是能够保持一个高度，也希望自己的篮网也可以有一定的提升。同时也向老队员学习，大家站在赛场上就要敢打敢拼，打出作风，打出自信，打出我们的凝聚力。即使有困难有挫折，我们都是要希望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共同去战胜困难，顽强拼搏，为国争光。